稍微想了试试，稍微想了试试，知道也不行，就知道那个地方你得去。喜欢十角不把它扔放。你这样这么刚才就是，别上，出去。哇！八个姓是不？八个姓。啊，对，他说周姓，就是周姓，就是不管什么姿势，最后还是这个姿势。比方说十六步这个姿势，或者这个姿势，哎，放完了，你看必须做个好看的姿势。哎，周姓就这样。哎，不管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这个姿势。不能变这个姿势，变姿势，啊，那咱也是，这个姿势，啊，不管怎么玩还是个姿势，这叫走形，走形才能控制。因为对方你玩的很直接，你像走形到最后，他不能弄摆呀，你看放出去，你看就是姿势，就这个姿势出去了，啊，不能变，不能变。这小牛玩了一下，结束。他不会玩，他这这里有十来年了，好玩多的。哎，他也不敢玩。你别松啊，你手上把你功夫拿出来。哎，别紧张，紧张就没法玩。啊，你看玩别人跟你一样。后来有人放火了。对。在门口叫他，哎呦嗨，这完了，哎，不用紧，只给你做几个动作，好就你那眼前就那一个女同志，哎，不用嗨，还没放着跑，扶不住了，重心失去，本来扶一个乖乖带你，根本突然没劲了，对，你快了他扛不住，他没劲，对，不要松。不要松，放上去你就能放松，这有点那个，啊，不要松，你看不要松，不要松，做完不完了，不完。哦，他主要是经常黑少，啊，黑少玩过，哎，这要有劲，你看这是叫我先出去。只要有力，就跟晃悠一样，边往右转都行，往左转就行，啊，往右、往左、往前，啊，就看你太极五行前进，啊，还是后退，我就走，一晃一晃，对，你看我们我不住站着，这个功夫稍微有一点了，啊。上游你看这往上一这手你往上一插就是就可以了，对，你再也省了吧，先去补补啊，再来玩，啊，好，啊，行，石英那边想玩了，对对对，对，你们谁想玩了？想，我们就给导师，哈哈，来坐了，徐老师你坐了，坐了，对，包括他这个情况。那就是不要往上走，没事，对，尽量不要往上走，嗯，这是岗，因为我说话我才知道，啊，不说话，对，哎，那声音，原来是唱歌，哎呀，我在往那边玩，你往后玩。
这个站起来是不是要站起来对啊，你看。